看，这个女人是个冷血神魔。但妈妈，谢谢妈妈。冷血的魔也有柔软的一面。哪怕这并不属于他，干杯！滚！他是我老公。我们离婚了。还在冷静期。他是个蛇精，闭。是的，我们有一个孩子。孩子不是我的。你看他，连孩子都不认。孩子也不是他的。他俩是不是有病？二位慢聊。我的夫人，你把我的猎物吓跑了。别逼我蛰你。天劫在即，你还一心只想着交配，还要不要脸了？管好你自己，别到时候舍不得你的宝贝葫芦。行。又和他吵架了。